糖尿病友自确诊以来，经常感到困扰与不便。超过90%的糖友希望能有方便、正确且及时的管道获得相关资讯。这是糖尿病卫教学会针对百位糖友的现况调查，因此研发糖尿病智慧好帮手赖聊天机器人，帮助建立正确的用药、饮食、日常保健等观念。我从这六个选项里面点进去哦，那它还有一些比较分类比较细的选项，还有第三层的次选项，那它每一个标题都非常简单明了，而且它出来的那个解答哈、哦、就不会很冗长，然后用字很简单很清楚，不会搞不清楚，是，所以就不会说十万八千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了解，对，所以看起来。我知道这都是专家去研发做出来的东西，对他那个解答你就会感觉比较安心。台湾因为资讯的发达，所以有非常多资讯来源提供我们各类慢性病，特别是糖尿病的病友来做参考。但是正确的资讯可以提供病友很好的控制以及将来血糖的稳定度，减少并发症，而错误的资讯会导致病友将来控制病人的血糖不理想，乃至并发增加的风险，这都不是及时可以看得到，也许都要几年我才看得到。所以现在建立一个及早的警示系统，让我们的病友及早拿到他应该要知道的资料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聊天机器人背后拥有医师、各管师、营养师等糖尿病照护专业团队，相较于网络上不明来源的资讯，有可信度。且运用民众常用的通讯软体，即使高龄长辈也能简单上手，帮助糖友建立正确的观念，提高治疗意愿，达成血糖控制目标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